杨颖在一场晚会中唱了一首123我爱你。不得不说，这晚的杨颖真的很仙，特别是那一首比心镜头更是融化了众多粉丝的心。许多粉丝表示，这一个镜头来来回回看了好几次，本是一场完美的演出。美丽的人，美丽的歌，美丽的跨年晚会。可是杨颖不知道是在哪听到有人说他唱歌跑调了，于是便发出了一条微博，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，给大家比个心，我回去练歌了。看来杨颖也有些不自信了，抓紧回去翻开视频看看自己是哪里唱走调了。可四个小时过去了，凌晨两点的时候，杨颖再一次补了一条微博，回来看了好几次视频，我好像没跑调呀，请问我哪一段跑了呀？这一个举动再一次萌翻粉丝们，纷纷表示杨颖怎么会这么可爱，晚会都结束了，即使跑调就跑调呗。没想到杨颖真的会花这么多心思去找问题确认，是一个勤奋的小仙女了。不过也有粉丝们笑称，是谁告诉我家小仙女跑调的，抓紧站出来，保证不打死你，害得我家小仙女晚上睡觉都睡得不踏实。